넣어두세요. 전! 가시마. 아이. 넓은 황천의 장수만. 今天, 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 1个月前的今天, 我们大日本皇军势如破竹, 一举攻下了东北的首都南京。 我们荣幸地请来了南京胜利的横山武雄将军, 作为南京胜利的见证人, 横山将军, 作为天皇的特使, 来我们城视察，我们甚感荣幸，下面有请横山将军为我们讲话。陛下征服世界，陛下征服亚洲，陛下征服亚洲，陛下征服中国。 我在此自豪地向大家宣布，作为中国的首都南京，我大日本帝国在天皇的授权下，不费吹灰之力，被我敌国军队一举攻破了。中国已经被我们征服了。天皇万岁！万岁！有人说我们在南京 杀害了几十万中国，差不多了，这么动手，只可以重伤。我怕这个距离越来越远，不行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咱们只要把火好小枪，能扔多远就扔多远。好，听我的口令，一起扔。明白。驻满城的大日本帝国皇军，有同样对这些负隅顽抗的抗日分子进行最严厉的惩处，绝不手软。 将军，明白了吧？明白了！快，保护将军！怎么回事？快，保护将军！